名少商。逼得我堂兄自强，害得我楼家家破人亡。今日我不要取你性命。你若肯喝那碗老姜，死的还痛快些。可惜啊，洛璃，谁在背后指使你的？你空座位是留给谁的？要你命的人多着呢，到九泉之下，你欺负了我堂兄吗？少商又到此处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没什么，没事。少商，山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我协助楚军推行渡田令，发现有人购入大量火油，囤积在楚军必经之路过存，本想将此事告知楚军，谁知被人发现，被他们绑了。少山，赶紧想办法逃出去，赶紧去报信。这锁是最难解的连环锁，解不开的，快走，莫要为我耽误生机。这天下就没有我陈少山解不开的机关，只要你愿山间闭嘴，你既已做完这一切，便没用了。楼离，我虽恨霍不疑和程少商，但我更恨你们一家。我这便送你去与你阿父阿母团聚。
今日不落单，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这么大战场，他们到底是何人？他们是何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陷阱里是何人。杀！走，走，走。
少少，没事吧？怎么是你？你为何在此？我发觉华县出事，便赶来了，因势利敌余孽，企图将我与黑甲卫分开。他们千方百计地诱我来此，因势陷阱中人对我十分重要，而对我最重要的人，便只有你了。你是不是傻？明知道是陷阱，还往下跳？ 你就应该先去求援，然后再想机会为我报仇的。你若不在了，报仇又有什么意义？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这么蠢？蠢事做多了，便不会觉得蠢了。 还真是感天动地啊，霍将军！我本怕你不会轻易上套。如今看来，一旦沾染上情爱二字，连盖世英雄也会变得蠢钝不堪的。王延基，你少装神弄鬼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 诸位，好久不见。你还活着，没能将你们擒住，我当然舍不得死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。你费尽心机，就是为了此刻吗？是。我今日便希望。 你们能死在我亲手准备的埋骨之地，他这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没错，从我投河被救重活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想找你们报仇了。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王延基。你向我寻仇情有可原，可少商是巡抚心切，袁慎是秉公办事，为何要牵扯到无辜的人？无辜？我夫君怀才不遇，是这世道不公。这世上除了他，谁也不无辜。 少商，我自认待你不薄吧，在娄家数次维护你，为什么要害死我最在意之人？还有你袁慎，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，想坏我大计，你只能死。老本他欺君罔上，死有余辜。我夫君是忠臣良将也好。 乱臣贼子也罢，他死后是位列仙班也好，命夺黄泉也罢，他都是我最最心爱之人。无论你们是有滔天权势，还是心怀苦衷，我都要一个个算账。我知你恨我，恨霍不义，恨娄家，我都能明白。可此事与何昭君有何干系？ 你为何要对他下手？阿瑶根本不喜欢他。若非大房逼迫，何须娶他？阿瑶这些年心中的痛苦又有谁人知晓？我夫君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幼弟阿瑶。我既为四父，只能帮他一把。与谁生孩而不是生？只要何昭君死了，阿瑶便能从这桎梏中解脱。 这也是我唯一能帮他做的事情。何昭君，你莫要听他胡说。你再坚持一下，阿瑶就快来了。有人在吗？谁啊？
有名叫程敖的医师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有人吗？有人吧？谁呀？程敖医师在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吧？程敖医师在吗？啊，不认识。县令大人，龙姑娘是不是记错了呀？程敖根本就没来清县。 那便找其他山夫人生产的医师，已经将一楼去问。医生雨良，大人你慢些，慢不了。我夫人等不了，新建路又不熟，你好歹打个雨灯。有人在吗？有医师在吗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。哎，这位医生，我求求你。 救救我夫人，我夫人要生了，还等不了太久。这生孩子乃妇人之事，你快去找个女医来呀！毕竟男女有别，哎，我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。可是现在夜深雨大，骑马赶路很危险呐。没什么比我夫人的命更重要。便是我死，我也会护着你，救下我夫人。快随我走。这危险呐！哎，危险呐！ 为了杀我们，不惜与立帝余孽勾结。余孽？若非是田硕，我怕早就是一具湖边枯骨了。我这么多年，早已料到会有今日，都已经部署好了退路。可是夫人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 你如今这么做，便是与家国为敌了。田硕，田家酒楼的掌柜田硕，看来那些引我来的死士，也是他的属下了。500名死士，1000名壮勇，这都是他多年豢养的心腹。他已在太子私访郭村的路上布下百万火油，祸不已。你注定是分身乏术。 驰援不及了。王延吉，娄奔根本不值得你为他拼命。比起与你长相厮守，他的雄心抱负更为重要。这般人，真的值得你为他赴死吗？你还舔脸说我夫君，你又是如何对程少伤的？你自己一个人报仇雪恨来得痛快。 你可知留他一人在这都城，他该有多难呀？我知道，在杀了林毅之后，我见到少商第一眼，我就已经开始后悔。夫妻同心，因病兼同行。这些年来，我无一日不再后悔。哪怕复仇愈加艰难，我也该先与他成婚。 我也该与你一起走阳光正道。你能悔改，为何他不能悔改，偏要撇我一人在这世上？你怎知楼奔不曾后悔？他曾赠我一幅山川图。 告诫我：日后若求于困局，能见天地，莫要困于己心。王延吉，此话今日我也送给你。楼奔最爱游历山河，而你却助纣为虐，要让这山河尽毁。他为扬名才行差踏错，你现在与逆贼勾结。 置天地于水火，让他背负万年骂名。九泉之下，你认为他真的想看见你吗？他不见我，我还要去见他。他若是恨我，便亲自来质问我吧。
这是贾薇的面罩。小生，不能让你留着自己来，你听我的，我答应过阿瑶，会好好保护你。谢上。妍希，我不能陪你去东海寻访蓬莱仙姐。
进去，快走！放手！放手！上将军，快！快走！快走！主公，你这可是原谅我了。可不许抵赖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即使王延吉能到地下灵堂，我就想一定还有能通向外界的其他出路。还好我运气好，便寻找通道爬了出来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一定不能有事，你答应过我，要陪我到白首的，要
你不能对我失言啊，昭君！昭君！哎呦，我在这儿。 楚君有事，便置国本争斗，非同小可。你且全心全意去救下楚君。田硕若得知太子殿下并未中计，他定会烧了国村谢妃，国村的百姓为宜。所以你去救下太子殿下，国村的百姓我来保护。你可知此心有多凶险？再凶险也得去。 我既有心，神瀛太平年代，有心生源，慈爱康乐人家，那就没什么好怕的。自当按照自己的心意，好好活一回。子申，我去帮你护住郭村的百姓。与日月星辰相比，你我皆是蝼蚁；与万千百姓。 与天下相比，你我的爱恨情仇根本不算是事。少商，你是这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你要去做什么，我不会拦你。 携手，一同上阵。 给我拦下！啊！
我们不肯束手就擒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我身为储君，此生只有战死，绝无外退。那我只好代我主公行天地公义了。 快把那把！哎，现下将找出来的火油撤离，记住，俗无一人，切莫放在阳光直射处。是少女君。少女君，我已照你指示找到村中水井所在，只是村中只有一口水井，村头的池塘水也不多，若真是燃起来，怕是支撑不了太久。 郭村虽属山地，但一直以来有天下粮仓的美誉，一年产粮可养活几个都城，既有良田，怎会没有水源？定有我们没有查到的地方。阿琪，少女君，即刻派人去找村民打听，灌溉良田的山水从何而来。是。等等，少女君还有何吩咐？他已在太子私访郭村的路上布下摆烂火油。 霍不疑，你注定是分身乏术，驰援不及了。田硕背上百担的火油，又怎会只烧一处村落？古书上写：“风自火来，巽上立下。”一旦起火，风势将会被顶向高处，火势蔓延。 到时备烧的，就不只是郭村的良田，田硕这是要让整个豫州颗粒无收，让百姓断粮，回国之根基。小心！我去灭火。 少女君在村民的烟彩坛子里也发现了火油，遍地都是。少女君，少女君。
没想到吧，你以为自己算无一策，其实都在我的股掌之中。国村有我两百壮勇和火油百弹，待我焚毁万亩良田，天下百姓全都得死。你们圣上不是自诩仁义吗？你若为救他的子嗣而弃百姓于不顾，我倒要看看，你将如何面对这天下的悠悠众口。子胜，你别管我。 快去救国村，救良田，救百姓！少商在国村，国村不会有事。程少商在国村，那你赶紧去救他呀！你曾经负过他一次，如今他身临险境，你若再弃他，他怕是永远都不会再原谅你。你还想再失去他一次，让我懊悔终身吧！ 为国为民，还不是选择了救权贵而弃百姓？快跑！快撤退！为了讨好文贼，为了救这个废物储君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救了，你们简直虚伪至极！ 去国村救少商，我信他。我与少商已经约好，以天下为重，夫妻并肩，共同克敌。我信与少商的智勇，定能护住国村。化险为夷，保护少主君先走。我不走。更信他与五年前不一样，此次他绝对不会怨我。 我信他，子胜先王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护住身后的百姓，还亩良田。 林不疑，你好可怜呀！你们霍家全家惨死，文贼却对罪魁祸首加官进爵，你为报仇收千夫所指，与爱人决裂。 你就是一个对权势谄媚的走狗！
死在你手里，也不枉我忠义之名。想激我杀你？听闻立地归天之时，身边有名有姓的官员、工人，皆为其殉葬。而你之所以能苟活，那是因为你默默无名，卑微如蝼蚁。住口！主公待我恩重如山，怎会视我如蝼蚁？主公，不曾命我殉葬，是要留我性命，是你们报仇？是留你性命报仇，还是根本就记不住你的姓名？你胡说！主公当然记得我，我是主公最亲重的臣，如今天下将归于我之手，主公遗愿我已完成，天下人都会记得我。少自欺欺人了！你以为你总快我一步，可到最后，你还是什么都没能做成。这江山倒不了，这天下也无人会记得你。去我村！是是。Thank you.
我们赢了。哭上了呢，这点伤又没伤在你脸上，耽误不了你娶心腹，哭什么哭？我不是哭这个，我对不住邵主公，对不住邵女君。想当初在西北，我还想让邵主公去做节度，也就是现在看着邵主公和邵女君快要成亲了，我良心才能安。还是你们见女人太少了才会被骗，日后我带你们见见世面。什么西域的舞女，南越的歌姬，你要去哪儿见世面？对呀，见何世面？我心腹就是我眼中全部世面。你兄弟俩可别把我带坏了啊！刚又补了一卦，卦象上说咱家又有喜事要办了，让我们猜猜是谁的好事将近啊。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啊，你就算不肯成婚，那也该举业了吧，别成事败脑这些。哎，你们不懂，只有俗人才惦记着娶妻生子，我呢准备出去走一走，看看大好河山，体会一下风土人情，到时候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路。你要找路，你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的？你那卦象根本就不准。此兄，卦象上还说你今晚必有血光之灾。阿嫂。我要将次兄五六七八个红颜知己的事儿全都告诉你。程颂，五六七八个知己啊，你也不怕累死？可把你给能耐的啊！既然如此，啊，是我不行吧？别打我，打死你！啊！你准备躺到何时？少商已经问了好几次了。哎，我是饮你家汤药了，还是吃你家大米了？絮絮叨叨什么？你虽未吃用我家的，但累得五父劳心牵挂了，便是与我有仇。你告知他，
我并无大碍，倒是太子殿下得赶紧回都城复命了。你呀，赶紧走吧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告辞。慢着。侯将军，我再啰嗦一句。我一直以为少商与我很像，但其实我错了。你双亲之故，我深厌至死不渝。情深似海的情感，我也自小认定，太过深挚的情感，如利刃，如剧毒，会拖累自己大好前程，会消磨雄心壮志。夫妻嘛，相敬如宾就好。可少商不是，他常说自己凉薄、自私，可他也会羡慕自己父母情深。袁善姐，过去我很看不惯你，但这五年来，你是我最感激的人。在他最难最伤的时候，是你在他身后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可能再让他难过了。最好是，否则不会有否则了。你明知我在郭村遇险，为何还来的那般迟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。那也太相信了些。就真的不怕我出事吗？当然怕。不过我早已想好，若你出事，我绝不躲。你别胡说了，我逗你玩的。能信任我，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分担，我已是很知足了。哪怕有一日我真的出事了，我也想你能好好活着。
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。吉祥之兆。倘若沈岸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替子胜和少商感到高兴的。如今，他们俩终于又重新的在一起了。或许啊，是沈岸在天有灵，默默的庇佑他们吧。已故的人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过去我也常像现在这样仰望星河，我会想我的父母兄妹是否也化作了星星看着我。后来我发现他们是会回应的。如何回应？你跟他们说话，他们若听见了，星星便会闪烁，你可以试试。皇后，我是少商，你可有听见？那个星星真的闪了一下。皇后，阿父，阿母，我找到共度一生的那个人了。看见了吗？你将他缠在手腕上多年，妹妹看到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一处还是热的。有一句话早该对你说了，子胜，你知情知心，心如赤子，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二老。我
我能遇上你，三生有幸。少少，你至纯至善，心坚如松，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女娘。能遇见你，我亦三生有幸。霍将军，霍溥仪，我可把女儿交给你了啊！你若对不起我家袅袅，我们程家全家抄家伙，伤你的将军府，为袅袅讨公道。老身知道我是一个有福分的人，你看我儿大郎娶了多好的心腹，我儿媳又获战功了。可不止这些呀，我刚看着三公子的传信，二公子和夫人也立了战功，还有霍将军，
听说四娘子和霍将军在华县要成亲了。是成亲，不是定亲。嗯。哎，这回我的聘礼可就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。嗯。我倒要看看谁胆敢搅黄我乖孙女的亲事。谁允许他们在华县成亲的？陈娘子的父母都在华县，给他们做主办下婚事有何不可？陛下为子慎的终身大事愁了这么些年，今天总算落地了，得高兴啊。子慎成亲，朕怎么可能不在呢？在华县成亲，这算什么道理？不作数！朕绝对不能答应。快让他们两个赶紧回来，在都城重新办一次。陛下，你这可过分了。过分吗？是他们过分呐。朕这么多年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？这天来了，朕不在，那这一天就不作数。朕是谁？朕是天子啊，天下的事朕都说了算，更何况关文，你关了门也不算。你们在笑什么呢？我刚夜观天象，帮你卜了一卦，你好像确实没有。闭嘴！今夜的星空可真美啊。